验票100元，就是园区地图，先把它的这个封面找到小喷水池克洛斯花园，这位置刚好可以看到喷水池的画面。接贝壳，我看我来喝一点电舞，有啦，这里有啦，欢迎使用门票折抵。哇，它是 POS 系统的嘞，真的有欧式的感觉。外观设计灵感来自英国布伦海姆宫，所以今日抢购，对啊，非常适用脸部的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来盖亚庄园一日游。那我们刚才已经把车开进来它的停车场里面，它好像试营运吧，所以有体验票100元，目前呢，那如果以后的话就要300元这样。这是现场的状况，大家都没有把车开进来，大家都把车停在那里，那车是可以开进来的。因为开进来的话就很近啊，就可以进去了。你的动线应该可以规划。哦，你可以试营运了。对啊，这动线还在规划。好，走啊。这有折50块耶，罗马浴场要。这是园区地图，有这些地方。那停车场有这里跟这里，大家都把车停在这里了，那我们是把车停在这里。厕所位置，停车场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卖牛奶双麒麟。我们先去看大门好了，先把它的这个封面找到。这个是克洛斯花园，我们现在看个小喷水池，这个应该是它的大门，看起来是。然后往后面排一点，这样才可以放封面。园区蛮大的，所以看起来人潮有点稀疏。可是这样看，其实应该蛮多人的。有喷水池哎。盖亚庄园。往后看就是了吧，这位置刚好可以看到喷水池的画面。我们等一下去这个位置，可以拍比较正中间。应该是化妆品之类的吧，我忘了。我们先把外面的拍一拍，再进去里面看。这两栋拢是分别的，
哦，可怜哦，风格拢差不多。还有一个花园呢，无啦，罗马景观。这贝壳，我有看有人在面顶的。对啊。我照片有看有人在面顶的。行啊，你来啊，拉。设计啊，对啊，是啊。嗯，设计不错。卖什么呢？柠檬马鞭草茶，是吧？你这是比咱那较俗，俗好。爆米花，焦糖的，对啊，有啦，这里有啦，欢迎使用门票折抵，那算榴莲包嘞，要吃榴莲，喂，他满两百，哈满两百可以用一张，满两百这样用，无啊，特殊礼物可以用。特殊礼物的鞋呀、啊，化妆品啊，嗯、你买499折50啊？不，我这是产品折抵，啊，共有庄园好礼啊。哦，我唔知，要唔我买庄园好礼是啊。哦，买啊，不用啊。就是类似一个餐厅菜单，哇，它是 POS 系统的嘞，立即选购外带套餐前菜汤蒸好拌塔塔酱炖饭。哦，很多售完的呢，三明治、主菜，还有饮品，哦，饮品比较多、哦，酒精，哦，配滑哦，真的有欧式的感觉，啊。哇，贝壳啊，六万，这真的是可以上去的、啊。看一下它的建筑特色，它的主建筑是上方。三墙象征自然生命的盖亚女神，展开双臂欢迎贵宾到来。外观设计灵感来自英国布伦海姆宫，受英式巴洛克风格启发，并遵循折中主义之原则，专注于古典建筑文化的提炼，并柔和现代创新元素，凸显建筑的张力与生命力。哦。这样看过去很白耶、欸、好、哦、你来啊，你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化妆品哦，真的哦，哎呀，化妆品他没有东西了，哎、欸、这样也才试用耶、欸，七品的哦，这是庄园热销哦，哦对，叫做山羊
买凤梨酵素身体乳。这个是冬天的用的吧？哦，这是康尼的，安尼这两间是无同的，这是佐敦的。哦。这康尼的。康尼哦。哦，康尼国际的。保养脸部保养呀。没有。加。这个是净颜柔嫩粉红泥膜。这不又不一样的呢，这是科伟草本企业呢。爱看这些牌子才行呢。康尼啊。康尼的新的牌子，这是脸部的，这科伟益生菌的。那姐专柜的吼。冰啊，冇人入住啊！这是今日抢购，芦荟洗面乳啊，芦荟哦，芦荟夏天的用哎呀，然后这里可以试用。可以试用吗？加这张试用脸部的啦，我来我唔知。用康尼的。哎呀，用什么药？哇塞啊，沐浴露、洗发精。我来广场看一下。有点吵啊，这是椰黑啦，生产介绍哎，还有 DIY 手作实验室，授课中。奖牌、欸，你去买冰品，这也是不用钱，等于冰不用钱的。这个专业的东西，台湾日本冰。这魔术师竟然在正史农场有看过，游览车越来越多台了。对啊，这里还没开放啊。对啊，还在整。你四处都有导游在解说。对啊。来来去去也看了十个了。哇！这样变一日游的行程啊。开始拍照的状态了。啊，在洗的冲澡。我在性别友善厕所啦。哎呀，这是厕所哎、欸，帅哎、欸，男女都可以的。这是女厕。
差点捅进去。那边是起点，然后一直到那个刚才去的那个餐厅，这样一条而已。他没有前后，他没有后花园。哎呀，我以前在水后花园呢，水后花园啊，喷水池什么的。然后准备撤退了，这样。啊，以上是今天盖亚庄园一日游行程的分享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你个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游览车越来越多，里面的车好像也越来越满了。那这时候就是我们要回去的时候了。